那些丧尽天良的人都是什么人啊？都是我爹的仇。你的父亲把我逼得无路可走，他在掌舵面前说我这个人阴险歹毒。 坏了我的前程，我决意在你的身上复制我的歹毒。让开！体会体会！别杀我！我不会杀你，我会用饥饿把你调教成一只野兽，送给他。后来老鼠被我吃完了，没有老鼠吃了，他们放进来一只狗，这是一条和你一样饥饿的狗，杀了它。 它就是你的粮食，它咬死你，你就是它的粮食。 杀死了他，我把那只狗连皮带肉带骨头带血，我把它吞下了肚。别说了，我听不下去了。媚儿，媚儿，你知道吗？从那个时候开始起，生命在我眼里已经不是生命了，它们是活着的事物。我知道，在那个地牢里，它教会我。 2年以后，我知道了他的下落，把救出来。可他呀，哪还是我当初聪明伶俐的袁青儿，完全就变成了一头野兽。他不会说话，不能站起来行走，蜷缩在角落里，见人就嗷嗷的叫啊。 惨不忍睹啊！我爹把我救出来的时候，看我的那个眼神，我知道他对我厌恶极了，他一点都不喜欢我。我看着他，我也怕他，就如同害怕那个绑架我的人。从此以后。 我跟我爹之间就隔了一层。王正多，唉，没办法，我又把他关了起来，严加施教。虽说后来。 我又请了最好的先生从头教他，可是几年后他出来了，我一看，完全变了一个人呢。他是阳奉阴违，口是心非，对我表面上是恭恭敬敬、百依百顺，可心里早跟我离心离德了。后来，他把我送到重庆去念书。 有一个外国老师说，我性格分裂，有严重的心理疾病，心灵扭曲，我有病，说我有病。可是我不愿意生病，我根本就不愿意生病，我不愿意我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那段日子。
这个黑老在我身上留下的烙印，妙儿，你得把我救出去。如果你不把我救出去的话，真的会变成鬼的。这个孽障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莫占祖，听你这一席话。 你也有责，不管冤情出现什么问题，他都是你儿子。当父亲的应该大度一点儿，你要给他走正路的机会呀。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，嗯。可是我一想到他呀，我这心里就别扭啊。我说的这些你可能不相信。 不相信我？如果你不相信我，你就当做我是什么都没有说过。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起过。我可以帮你，但咱俩有缘在先。我要能把你救出去，也不指望你感恩戴德。但你以后别再说那些难听的话了。要是救不出来，你也别怨我。 说那些话都是因为我爱你，我喜欢你，要不然我怎么忍心那么对你说话？你那些话把人都伤透了。只要你能把我救出去，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，好吗？当牛做马就不必了，只要别把我当牛马就行。怎么会呢？走了。哎。 行不行？你求老天爷吧。 为袁清求情，我俩打小指腹为婚，我心里一直拿他当我丈夫。不管他怎么对我，能为他做的，我一定会做。你这是以德报怨呢。但愿你这么做，能让袁清觉悟。媚儿，我也有件事想求你，让你想办法解决咱们航运公司目前的困境。 如果你能想出这个办法来，我就答应你，把袁清放出来。让我想办法？嗯。你在向氏公司待了那么长时间，一定学到很多东西。你人又聪明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想出解决目前咱们航运公司困境的办法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，也可以去问问向老疯子。 就凭你们爷儿俩的关系，我相信他一定会给你出主意。那我试试吧。好，那咱们就一言为定。嗯。你就照我说的来，是都不用试，一准成。您的意思是把船队改为租赁业务，租给别人？嗯。只留一小部分，争取货源。 就这么简单，但是租船的业务我不是很熟，这事儿好办吗？哎呀，当然没问题了啊！这样，我先租你那儿租8条船，价格嘛，咱就按行规。另外，上三江只有多，现在轮船进不去，就需要大帆船，你多派些人去，当着推销，就你们家那20-30条船还不够租的呢。 出租船？哎呀，这主意太好了，东西还是咱们墨家，同时解决了货源不足的问题。这办法太好了，妹儿，我就说过你行啊。<笑>我行什么呀？这都是向伯伯的主意。啊？这是老疯子的主意啊？嘿，好，好。 甭管谁的主意了。
只要解决了问题，这就好。梅儿，我答应你，一会儿我就放了袁庆，但是有一样，他不能再做航运公司的经理了，只能让他管一些小的业务，给他几只船，让他从头开始创业吧。关于租船呢，我派人专职负责。另外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要负责公司的财务，你管钱，我放心。谢谢掌舵信任，但是我怕袁清心里不服，怎么办呀？他有什么不服的？我把他放出来，这就宽大无边。还有，他要再敢欺负你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哼，他也不是一无是处的。关于袁清的差事就这么定了。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儿，你们俩要抓紧办，那就是你们的终身大事。终身大事啊！下个月选个好日子，我让你们完婚。这是不是太突然了？这有什么突然？要不是这两年接二连三的出了一些不顺心的事儿，我早就应该把你们的婚事办了。那也得先通知袁清吧，让他有个心理准备。他有什么心理准备呀？这事儿就这么定。我要是再不给你们完婚呢，哼，给你爹烧纸，我都臊得慌。青，你可以出来了。梅儿，太感谢你了。不用谢我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救不出来，你别怨恨我。我只是希望你别再说那些难听话。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。是吗？你把我救出来，你怎么跟爹说的？你还是先去找你爹吧，他会跟你说的。你们两个都听清楚了吗？我听您说了这么半天，我就是变成一个小喽啰了，是吧？怎么，你还不满意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这还是看着媚儿的面子给你的，依着我的主意啊，哼，让你上山里烧木炭去。帅啊，老爷宽宏大量，赶紧谢恩吧，别说了。谢谢父亲大人。你不用谢，你心里怎么想的我非常知道，你是对我充满了不满呢。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要是真能把对我的不满憋在心里，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，干出点正经事来，你再跟我讨价还价。现在你要敢说半个不字，我还把你放进地牢，你信不信？信。厅长，我把你放出来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让你和媚儿下个月完婚。这也太快了吧！快！你和媚儿是指腹为婚，再不让你们完婚，我对不起他死去的爹，也对不起你死去的娘。爹，您有问过我的意见吗？你有没有想过对不对得起我呀？你说我哪儿对不起你？我哪儿对不起你？你的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不易，你下去。我的二大爷呀！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从现在起，免去你管家的头衔，把账目整理好，
明天会有人跟你交接的。哼，跟我这么多年，也算是忠心，这样处置你，我也于心不忍。可谁让你跟袁青吊在一块儿，干了那么多好事啊？哼！既然你愿意帮助他，那么好，以后你还做他的帮手，帮着他呀，干点正经事。我这也是给你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。以后你们真要是能够做出点成绩来，恢复你们的职位，论功行赏。行了，别跪着了，下去整理账目吧。见掌舵了。这下子你满意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把我从这个地牢里面救出来，然后给我建一个更大的牢笼，而且永远都逃不出去。你是说我？对呀，就是你啊。你的心里面装着别人，要嫁给我。怎么还在胡思乱想呢？怎么是我胡思乱想呢？我眼睁睁地看着你和向不争郎情妾意、打情纳俏，我胡思乱想都是你自己做的。孟云清，你心里不干净。嗯，我心里不干净，我脏着呢。可能在我没有成婚之前，我的头上就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。好啊，那就去跟你爹说把婚退了吧。你别演戏了，你明明知道我爹心里只有你没有我，我去跟他说，那不是找死吗？行吧，我认栽了。宁可我栽也不让你栽。我去说。站住，你想干嘛呀？莫须有的事我不认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只要我爹高兴，怎么都可以。咱俩的这个婚事将就一下没关系。哎，妹儿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啊。现在我爹给了我几条船，破船非常破，他让我学向不争。这件事情从哪儿下手啊？你去问该问的人，不要问我。哎，哎。还不行吗？是我怕了你。好人做到底，救人救到底嘛。你跟我说说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做。不知道。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这件事情你要是不帮我的话，我爹要把我再扔进这个地牢里面，我可就活不下去了。那是你的事儿。在我爹心里，那可是咱俩的事儿。对我不公平。以前的事情我都认了，这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不行，你从根上就想歪了，我根本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对呀，你以前不是这种人呐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就变成这样了。真的，我这个人一着急就爱说实话。我有错啊，所有的错都在我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？对不起。袁青，我对你别无所求，只求你能对我公道点。行，公道一点，对你公道一点。你说下面该怎么办？向不争说了，你可以去找他。他说了，我能去找他？他对我没有误会吗？误会啊？你怎么对你这个兄弟的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但他是个君子，
他对你干的那些勾当一点都不知道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到底跟谁是一伙的？再说了，我做什么勾当了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他在哪儿啊？司机长，这个呀，是我自己总结的一点小经验，别嫌弃，照这上面来，准能成。最主要的，你这地点一定要选好。我建议你呢，去小三峡，那个地方现在知道的人少。不过刚去呢，肯定会有点人生地不熟。我会派几个得力的纤夫跟着你，肯定没问题。收购桐油两桶，12个桶。你这个东西真的管用吗？管用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就是照这上面来的。哎，对了，你和媚儿姑娘要成亲了吧？什么时候？最近吧。哎呀，这媚儿姑娘她真是个好姑娘，你是个有福气的人。你觉着夏小倩夏姑娘也是个好姑娘吧？你看啊，你为了夏小倩命都不要了，结果呢，莫名其妙的走了。反正我觉得这个女人跟男人不一样，这女人心里究竟琢磨什么，咱们也不知道啊。是是是，哎呀，这女人心里琢磨什么呀，咱们男人是真不知道。哎，最近这段时间你经常和媚儿在一起，媚儿心里琢磨什么，你应该清楚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说着玩呢。得嘞，走了啊，谢谢。接人的马上就要到了，你不赶紧准备准备啊？娘，我心里没底。嘿，又不是嫁到南天门，你怕什么？哎呀，有娘在跟前呢，你爹的在天之灵啊，也能安心了。是啊，但愿我爹的在天之灵可以安心吧。他给我安排的这门亲事，也不知道是好是坏。你要再这么说，娘就不高兴了啊！这好端端的事儿都到眼前了，怪念头咋那么多呀？娘，好多事儿都变了，我跟元清不可能再像以前那么好了。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，只有他自己。他还怀疑我。他怎么怀疑你了？他怀疑我跟向不争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儿。他怎么这么想啊？算了算了，你别想了，不管他咋想，反正你不能三心二意的。那嫁过去了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不然的话就真的对不起莫掌舵了。那掌舵的对你就跟亲闺女似的啊。我知道可他对我的好真成了一种负担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过这一关。少爷啊，快接新娘子了，还喝？别喝醉了。你看这个多好看。我喝了这么多，怎么就喝不醉呢？你说我要是不喝醉了，这下面的事情可怎么应付啊？
哟，接亲的马上就要到了，我去换身衣服啊。人呢？媚儿，不成，哎，看到媚儿了吗？没见到啊，怎么了？刚才还在家呢，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。啊？他会去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么着，你去墨家找墨掌舵，让他派袍哥会的人帮着一起找，他们人多。哎呀，我怕墨家怪罪我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你快去吧。好，那我先去啊。啊，哎，你也帮着一块找。好好好，快。哎，先等着，来你。把绳子解了。贝尔姑娘，你这要上哪儿呢？散心。别看了，都闪开。啊，走吧走吧。新娘子不见了。新娘子不见啊！哎呀，这真的是老天有眼的。老天有眼的，老掌舵现在大发雷霆，等着治你的罪呢。哎，关我屁事！你不是喝多了吧？赶紧找人吧，找到了之后风平浪静，找不到大祸临头。这个女人呢，她就是个扫帚星。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。媚儿姑娘说要划筏子去散散心。他哪会划筏子？这不危险吗？不危险，我让小哥把暗锚给他下了，划不走。阿金嘛，瞎胡闹，捉弄人嘛。哎，我怎么干都不对，是不是？干什么你？你别管！哎呀，你放开！我放开你也走不了，后边下着锚呢。那你把锚给我解了。我不解。你不解，我跟你急啊！你还敢急啊？半个县城人都在为你着急呢。临上轿的档口人不见了，你是不是瞎胡闹？赶紧上来！墨家给你难堪了，元清欺负你了，你妈说你了，站住！
你这嫁人前新娘子跑了，你总得有个原因吧？姑奶奶，你这一问三摇头的，你没病吧？有恐惧症。恐惧症？别给我胡闹了啊！赶紧回去。你不回去是要出大事的。走。你别拉我！哎呀，走！别拉我！手松开。元清，你别误会，我是要把媚儿拉回去。你当我瞎呀？心长邪了，也是个睁眼瞎。不是你们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赶紧把少奶奶请回去吗？是少爷。少奶奶。哎。元清，你真的误会了。我就是想把妹儿赶走。不成兄弟，不成兄弟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就别闹了。多谢，多谢。你说元清他这什么意思呀？清者自清，别往心里去。我能不往心里去吗？成亲之前闹这么一桩子事儿。拜不拜兴，那这婚礼我还怎么去啊？必须去，彩礼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86块大洋，啊，咱也凑个吉利数，嘿嘿，有点多吧？这个钱正好是墨家投入船行的本钱，咱们借这个机会还给他，这个便宜咱不沾。这事儿你做的对，他们家这钱拿着心里膈应。哎，去。把我那身西装换上，咱们也撒一把。您还藏着西装呢？这话说的白留洋了。算了吧，人家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嗯，穿这剧吧。不不不，这代表咱们项家的形象。换上。那您藏哪儿了？自己找去。哎，嘿嘿，请啊。今年的橘子怎么样？喜的日子啊，喜的。你也种橘子了？项家彩礼86块大洋。哎呀，不生闲职，掌肚子，恭喜恭喜，通喜通喜。哎呀，你们项家真是性情中人呐。借着由头，把我们墨家的本钱全都还回来，佩服，佩服啊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元清，元清，哎，爹，你义弟来了，你招待招待。不争了，我有事要忙，你们弟兄亲热亲热。好啊，来来来来，恭喜元清兄大婚，多谢多谢。是吧？不争啊，哎。你这西装革履，一看起来就是一表人才啊！哎，今天是来抢风头的，还是来抢人呢？大家都给你抢！随意啊！我想看看啊，儿子照看。接下来了，对呀，哎呀，再能干一点，不差人多少年。哎呀，我的，真没事。大哥，这可真是操劳了。是啊，不成啊，不成，上宾席请。
你嫁给我是不是觉得冤得慌呀？反正我觉得挺冤的。我从小就是个窝囊废，我爹把我捏成方的就是方的，圆的就是圆的。你说这好不容易我挣点钱，想和他平分秋色，这一巴掌就被他拍回原形了。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。云清，别喝了，你现在不喝酒的时候都总是胡说八道，只要一喝了酒，更不说人话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你个见异思迁的女人，你凭什么教训我？见异思迁？你胡说！你还跟我瞪眼是吧？你再跟我瞪眼，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，你信不信？走！喜的日子，这外边好多人呢，你给我留点面子，也给你自己留点面子，行吗？你还知道要面子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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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得把自己喝醉了。我要不喝醉了，我没法跟你这个脏货同房。玩船呢？嗯，回来啊。这么晚你还不睡？等你呢。哟，我是挺精神的。没少喝吧？嘿，喜酒多喝点。那个妹儿和袁青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啊？互相应付着了呗。嗯，这笑比哭还难看。行了，他们俩一结婚，总算是告一段落啊！您去歇着吧。啊，你也到这歇着啊。嗯，我睡不着，我一个人走吧。别，等会儿，
赶紧把西装脱了，大晚上的没姑娘看你，就靠一套撑场面的，我还得穿呢。小气劲儿，你穿有姑娘看你啊？夏小倩，睡觉。再凶再险的他，我都不怕。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胆大。美的心好似浪花。只有你能碰碎它，我是你怀里一缕头发。